尸走肉第九季超长完整版预告终于来了，想必资深行尸迷们都已看过，瑞克领饭盒也不算是新鲜事。而在本季预告中最引人瞩目的却是最后一帧画面，看过漫画的行尸迷大呼完美还原漫画，就算没了瑞特我们也追定在行尸走肉第九季预告的最后镜头中，一男一女慌张的将泥水涂满全身，然后屏住呼吸，他们头顶一群丧尸正在路过。没有看过行尸走肉漫画的剧迷可能会跟小编一样觉得这个画面平平无奇，但漫画迷们早已沸腾。这个画面标志着低语者大军正式登场，毫无疑问低语者作为行尸迷心中最神秘最期待的大 boss 终于要在行尸走肉第九季登场，就问你期不期待。而那些叫嚷着瑞克走了就弃剧的小伙伴们，你们真的要弃剧吗？这可是最让人期待的低语者大军。从预告中可以看出努哥依旧是暴躁老哥，接下来他可是要取代瑞克的位置成为男一号，如此鲁莽的性格他真的能与低语者一拼吗？没了瑞克恐怖如此的低语者大军该如何抵抗？刘能在预告中出场，盯着他的眼睛给人的感觉是他瞎了也变强了。刘能拥有了一大批信徒，他或许在抵抗低语者大军时贡献不小的力量。行尸走肉第九季预告最气人的地方在于看个预告也能被撒狗粮，不过看到努哥与卡玛最终走到一起也是蛮开心的，你觉得呢？目前为止依旧很难接受瑞克会离开，你对瑞克的离开怎么看待？